我们现在脚上就表演那个不一样的罗曼的曲子，一个 Tchaikovsky 的芭蕾啊，胡桃夹子，对吗？对对，那我们现在没有介绍，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所有的曲子，因为这边待2个小时，我们今天表演那个著名的曲子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享受，谢谢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都是古道讲究。